早上好，朋友们。昨天不是下了一天的雨吗？然后地头干这一块啊，上边这一块，然后长得疯狂的长，然后长得特别快。然后我拎着桶呢，把这一块给摘摘。你看这上边长的都可以摘了，只有地头这一块前面就还好。你看这些，我都要呢把这块溜溜给溜到上边去，下边呢还是接着溜底儿啊。小吉现在去那边翻架子，然后这边已经也开始溜了，然后我也在这边溜，因为下边有的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先给它溜溜。看我刚才逮了一个大木耳，多大，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你看跟这棒上的木耳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大小个都出来了？你下边架子翻完了？翻完了。嗯，我刚翻上面了。我刚才看那个靠近房子那个大棚也该翻了。啊，翻完这儿再去翻。下边还有四分之一的底部没有溜嘞，今天应该是溜不完了。我今天去孵完蛋，然后去溜底儿，完了又粘塑料布，粘完塑料布又来翻架子，然后跟小吉我们俩把大棚里的架子还有这上边的架子马上就要翻完了。一个架子要分两半翻，先翻另一半，翻完另一半然后再翻另一半。然后我放完这一半，小吉放完这架子一半，然后今天这个大棚和上边架子就放完一遍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小吉呢就吃的他们吃完的剩菜，然后他吃完了，我呢给自己新炒了一个大米饭，炒的怎么样？酱油炒大饭，大米饭，挺可以，挺好吃的。哎，你来一碗吧，还有一碗嘞。不来了，我吃饱了。下午把下边这一块木耳呢给浇浇水，然后有一块水管刚才爆了，我把小吉喊过来，然后让他修修。刚才这个管儿它不喷水，然后我给它换个管儿，结果就是喷了我一脸。哎呀妈呀，